八只小斯塔夫里边最弱的一只，还是走了。这个奶粉呢，是我中午喂它的，早晨喂的时候吃了一点儿，吃了一点儿，中午你看我给它弄了这么多，一点没吃，最后还是走了。没办法，它身体太弱，它不消化，肠胃系统太差。就看看那七只吧。哎呀，没办法。哎，奶瓶也满了，奶粉也七了。到最后还是走了，哎呀，真替他心疼，一个月了，长这么大还是走了。先给他埋起来吧，埋起来，咱们还是看看他的那个七个兄弟姐妹，走。小赶男孩现在很顽强，你看，敢跟他打闹了。小赶男孩的吃食动力啊，特别强。你看他现在也正在长个儿，很顽强。不准欺负赶男孩了，听见没？不准欺负他了，啊！玩去玩去。看看你们几个嗨的，他们这么小，也不知道他同窝的姐、同窝的妹妹去走了，啥也不懂的年纪。这小海带，这一窝之中体质最弱的，有的能撑过去。啊，就是生命力顽强，他有的就是撑不过去。真没想到他长了一个月了，说走就走了。他们几个今天很活跃。包括小赶男号今天都很活跃。玩去吧，玩去吧。嗯，玩去玩去，别要扒了，不要扒了。你想干嘛？嗯，你想干嘛？你想越狱啊？啊？这小家伙，小赶男孩还是不服，还有老八，你看没那劲头。爬得可快了，这小赶男孩现在，就是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小家伙没有挺过来。可惜，真的很可惜，长这么大了。嗯，哎呀，你看这壮的是真壮，他体质好。别咬人家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看看，老爸，疯了他今天！哎呀哎呀！天气凉快的就是不一样，天热的时候它懒得动。别给赶男号压下边行不行？你们震着怪舒服，我们赶男号不舒服。压上他，他们那么又肥又壮的，啊，给我们挡着点。要不这样，对，这样趴他们身上。睡吧，赶男孩。哎，就那样也行，不让他压着咱就行啊。咱属于弱势群体。看看看，又给压上了。
就这么快就睡啦？吃了几次食儿，一觉就过来了。哎，这是两条，这个应该是两条小母猫。干啥呀？小感叹号不是，小海盗。干啥？啊啊！干啥？啊！没有饭，晚上开饭，知道吧？晚上开饭，好不好？现在小海盗包括老八，还有海燕儿，啊、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感叹号是最老实的一个啊、嗯，然后他们几个可凶可凶的了，现在又把感叹号压下边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感叹号挤的出来的，出来。让他们，哎，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，让我们压着你，好不好？你们趴吧，趴了之后让感叹号压着你们。你看，看，看，你别压着我们，别压着我们。感叹号，来这儿来，哎，好，行，咱不被压着，咱压着他们，尽量挤着吧。挤着睡觉暖和。虽然说今天凉，但是这个里边，这个区域里边是一点风都没有的。只要他们没有风，睡的时候就不会冷，睡的时候就会舒服。哎，七只小家伙了，希望你们能健健康康的成长吧。繁殖不易，真的长这么大了，很遇见这种事情很伤心，真的。你看这小海盗了没？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？哎呀。行行，就这样吧。反正小感叹号，就是底下还有其他的狗狗，压不着他的头。他还不乐意，他被人家压着，他不乐意。这个小海盗坏着呢，你看他，咬人家。你看，人家睡觉呀，咬人家。你要上哪去？嗯？你来吧，你来吧，哎，我们感叹号压着你，行吗？这样，哎，把感叹号抽出来。你看，你还要上，不许咬我们感叹号，就在那趴着。哎，就这样啊，趴着。行了，睡吧。哦，睡着吧。没辙了，他给，省得感叹号老被压底下。这样让感叹号有在中间两边，然后都是暖暖和和的。哎呀，你的小妹妹走了，所以说必须得好好照顾你。